Hello， 我是一休。看我这身装扮呢，其实我不是在 cosplay， 我们是出了一个秘密任务。这次我们认购了16公顷的凤梨田，真的非常大，非常漂亮，可以看一下，真的很棒。对啦，很漂亮，很棒。可是采凤梨也太累了吧？好啦好啦，你们不要再抬杠了。你看你们聊天的时候，别人都已经采几颗了。你们聊那么久，我刚刚采了一颗。我们才采了一天呢，也就腰酸背痛，超累的。凤梨的保鲜期间很短，就是一般只有10天而已，所以我们这次的想到的方法是我们把它做成凤梨干，那它其实可以保存更久。这是我们已经就是制作出来的凤梨干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因为它是用低温48个小时熟成，所以它可以保留很多的营养成分。它的果干果肉都是厚厚的，而且带一点酸味，这个一定要多买几包回去囤着，慢慢吃。我已经会准备先囤个50包了，蛮难得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可以把比较顶级的凤梨原果制成凤梨果干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认购凤梨田的计划，可以长长久久的一直持续下去这样。